就会知道反射线大概在哪里了。请把握时间哦，时间有限哦。没有，你还没有找到第一关的信物，所以不能到第二关。恭喜第一关完成。时间宝贵，请把握时间。接下来要找题目。是这个吗？接近了。恭喜，请赶快，时间有限，你们有机会闯关成功。赶快写下来，你的学习单呢？你们不能偷看，你们都要闯关偷看，我就不让你们闯关了。英文字也要。NEWTON